食的泡芙。丁丁，我出去一个哦。冰箱有两个巧克力泡芙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丁丁。泡芙，好，我知影。妈妈讲，一个要留给丁丁，也唔过丁丁去外妈遐，就晚才会回来，到时阵泡芙一定变较无好食。小花，小花，不会的，这是一粒泡芙尔，也无啥物大不了的。啊！啊，真好食诶！丁丁，我替你烤一个泡芙叠冰箱哦。泡芙就赞呢。哎呀！丁丁一定会立阿公，我一定会哄妈妈骂啦。啊，就好食。哦。嗯。丁丁。阿兄，什么代志？其实，是我把你的泡芙吃掉的。我知影。啊，恁怎会无生气？其实一开始我也很生气，也不过欢迎来到我的暖心小剧场。我今天要表演的是好吃的泡芙，让阿兄偷吃，跟他剩一嘴的心情。好，请开始。什么？跟他剩一嘴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一定是阿兄，你偷吃我的泡芙，真正是很过分的。我一定要跟妈妈说，会议哦，袂当讲。哎，等下，你这种演法我看过真侪啊。最后，这会带来更加大的灾难。除了生气，你嘛吃袂到原来的泡芙啊。请问，敢阁有别种表现方式？这种状况，除了生气，哪有可能阁有其他方式？等一下，有啊。啊！跟他吃一嘴，也不过真是很好吃的。这么好吃的泡芙，不管你跟他剩一嘴给我，假使是我，无你可能一嘴也不会留给你哦。丁丁，我这么好吃的泡芙，你还会记得留一嘴给我，我真是很感动的。你感觉感动？我希望以后大家吃到泡芙，拢会记得迄好食的气味，因为迄是阿兄特别留予我的。你把我想了太好啊啦！我只是爱食贵，也唔过良心不安，只好留一嘴给你尔。也唔过我刚嘛会记得你留予我的想要一嘴，也无想要去计较你吃掉的。足奇怪，我安尼想了后，竟然就无生气安尼。丁丁，是的啦。后盖我用家己的收费买一粒更加好食的泡芙香梨，一粒，也唔过我想要食两粒，无问题啊。也唔过你会记哩留一嘴给我吃哦。大家拄到无欢喜的代志，第一的反应可能拢是会生气。也唔过只要愿意转一个立场，换一个想法还是心态。大家就袂冤家啊！